我怎么可以看着族人受苦？如果一直关在牢里，这股对魔法的渴望会吞噬我们。叛徒，那很快就不是问题了。加里索斯大人打算在黎明处决你们。太阳怎么还没出来？我总觉得那些精灵怪怪的。别担心，这座监狱是奇伦陀盖来防止魔宠逃走的。在这些魔法牢笼里，精灵的魔法起不了作用。 你好，凯尔萨斯，看来我们来的还不算太迟。一点也不迟，瓦雪，你来的正好。我又欠你人情了。可是就算救出族人，我们也逃不走。加里索斯的部队人数是我们的10倍。你得做出危险的抉择，你可以继续待在这边，死在人类手中，或是选择黑暗之路，来重获自由。 黑暗之路是什么？我们上面的城市有个传送门，能通往另一个世界。是的，我的主人伊利丹就在传送门的另一边等着我们。带你的人民去找他，他会为你打造新的命运，他会满足你们心中不断燃烧的渴望。是要与流浪的恶魔为伍，还是带着我的人民走上必死之路？ 我根本没有选择，瓦雪。我们得先救出我的副官，这样才能召集其他人跟我们一起突围。就照你说的做。太好了，很好，非常乐意。时候到了吗？可以。我要为土伯复仇。 不要惹我！太好了，应该要立刻动身。到底在拖什么？谨遵指示，真令人焦躁。我会尽力而为。我感觉到有难以说明的东西。我等不及要行动了。 为了女王，应该要立刻动身。非常乐意，很好，真令人焦躁。太好了，时间不多了，凡人。到底在拖什么？我感觉到有难以说明的东西。 我会尽力而为。凯尔萨斯王子，我们就知道你一定会来。谨遵指示，非常乐意。真令人焦躁。很好，太好了，我会尽力而为。谨遵指示。 很好，非常乐意。我会尽力而为。太好了，太轻松了。谨遵指示，让火焰净化一切。我要复仇。 很好，这直接能破蛋吗？太好了，可以耶！非常乐意，谨遵指示。到底在拖什么？我会尽力而为。我感觉到有难以说明的东西。 我要为土猫复仇，我要复仇，太好了，谨遵指示，太轻松了，很好，我会尽力而为。
非常乐意，我会尽力而为。应该要立刻动身，让火焰净化一切。很好，我都有点卡卡的，就有时候按了没反应啊。应该要立刻动身，那个守卫想去敲响警铃，阻止他。非常乐意，谨遵指示。很好，非常乐意。B F N， 我会尽力而为。太好了，我感觉到附近有强大的灵魂在躁动。天谴军团侵略的时候，阿萨斯杀了好几个大法师，这些法师的灵魂无法安息，我们看不到他们，但也许可以找出他们，让他们平静。我感觉到有难以说明的东西。太好了，我们的愿望会实现，真令人焦躁。很好，时候到了吗？到底在拖什么？我会尽力而为，我要为同胞复仇。Control， 我法力不足。我感觉到有难以说明的东西。为什么会法力不足？忘魔法。哦，当前生命的四十，我感到那很多呢。非常乐意，我要为同胞复仇。太好了，到底在拖什么？谨遵指示。太好了，我会尽力而为。非常乐意，很好。妈的，谨遵指示。谨遵指示，太好了，非常乐意，很好，太轻松了，让火焰净化一切，我会尽力而为，我会尽力而为。夺回城市时，不死族跑进通道了。非常乐意，我要为同胞复仇。谨遵指示。太好了，我要复仇。真令人焦躁，我会尽力而为。非常乐意，很好，让火焰净化一切，我要复仇。太好了，很好，非常乐意。不要惹我！应该要立刻动身。时候到了吗？需要帮忙吗？给我命令！到底在拖什么？很好。有事吗，朋友？我为你效劳。令人焦躁。太好了。谨遵指示。
让火焰净化一切。我感觉到有难以说明的东西，应该要立刻动身。需要帮忙吗？没问题，我要为同胞复仇，我会尽力而为。我要为同胞复仇。墙壁另一边有个开关，可以把这些生物放出来对付警卫。非常乐意。我要复仇，我会尽力而为。实现，应该要立刻动身。哪里不舒服？我渴望魔法，我要为同胞复仇。如果警铃大作，他们会派精英部队来阻止我们。行动了，需要帮忙吗？感受我的怒火。时间不多了，凡人。可以。我感觉到有难以说明的东西。时候到了吗？听你号令。到底在拖什么？非常乐意。很好，谨遵指示。太好了，我会尽力而为，让火焰净化一切。太轻松了，我感觉到有难以说明的东西。王的愿望会实现，太好了。跑啊！以艾萨拉之名，以艾萨拉之名，我要为同胞复仇。时间不多了，凡人。很好。我会尽力而为。非常乐意。太好了，谨遵指示。很好，非常乐意。别让他碰到警铃。太好了，我会尽力而为。谨遵指示。
尽力而为，太轻松了。谨遵指示，太好了。到底在拖什么？不要惹我，我等不及要行动了。真令人焦躁，非常乐意，很好，谨遵指示，非常乐意，太好了。谨遵指示，让火焰净化一切。我要复仇，应该要立刻动身。我要复仇，应该要立刻动身。时候到了吗？血精灵听候差遣，真令人焦躁。让火焰净化一切。我要为同胞复仇。很好。我感觉到有难以说明的东西。我会尽力而为。有难以说明的东西，太好了。嗯，这个没啥用哎，萨满图腾是干嘛的？进化。我会尽力而为。有人受伤吗？快点。时间就是我要为同胞复仇。时候到了吗？应该要立刻动身。其实都没啥用哎。非常乐意。为了女王。真令人焦躁。我等不及要行动。到底在拖什么？好吧，先继续走。我要为同胞复仇，我会尽力而为。很好。我会尽力而为，非常乐意。王的愿望真令人焦躁。太好了，能看到你活着真好，王子，请下令。需要帮忙吗？时间不多了，到底在拖什么？让火焰净化一切。太好了，很好，谨遵指示，非常乐意。我会尽力而为，很好。时候到了。我要为同胞复仇。不要惹我。真令人焦躁，谨遵指示。太好了，非常乐意。我等不及要行动。尽力而为，
拖什么？应该要立刻动身。凡人以艾萨拉之名，我渴望魔法，需要帮忙吗？到底在拖什么？很好，时间不多了。需要帮忙吗？哪里不舒服？そうですね。有事吗，朋友？原来是这样子啊。黑暗的怪物，消失吧！真令人焦躁。我等不及要行动了。我要为同胞复仇。血精灵听口差遣。有人受伤吗？我感觉到有难以说明的东西。有事吗，朋友？我要为同胞复仇。有事吗，朋友？如你所愿，应该要立刻动身。太好了，时候到了。到底在拖什么？需要帮忙吗？应该补自己吧？怎么不补自己嘞？知道有难以说明的东西，真令人焦躁。谨遵指示，我会尽力而为。很好，需要帮忙吗？有事吗，朋友？如你所愿。马上去办，我为你效劳。如你所愿。没命吗？什么意思？等下我听一下。为了女王，为了女王。妈没命，什么意思？哪里不舒服？没问题，我们的愿望会实现。到底在拖什么？不要惹我。听你号令，以艾萨拉之名，我要为同胞复仇。时间不多了，凡人，应该要立刻动身。时候到了吗？我感觉到有难以说明的东西，真令人焦躁。我们的愿望，我要为同胞复仇。时候到了吗？真令人焦躁，非常乐意。我先不应该玩故事模式，要不然我兵会有点太多。说你的东西，我们的愿望会实现。可是不玩故事模式的话，好像又会打很久。谨遵指示。时间不多了，应该要立刻动身。太好了，我等不及要行动了。应该要立刻动身。那些该死的精灵逃走了，光靠我们没办法抓住他们。没必要自己去，我们可以放这些生物去追他们。这是什么？我要为同胞复仇，很好。不要惹我。这个怎么好像？时间就是法律。哦，我大概知道这个原本是什么模组了。真令人焦躁，非常乐意，谨遵指示。我等不及要行动。到底在拖什么？时间不多了，应该要立刻动身。好啊！到底在拖什么？我们的愿望会实现。我感觉到有难以说明的东西。太好了，真令人焦躁。我要复仇，我会尽力而为。不要惹我！黑暗的怪物，消失吧！我要为同胞复仇。
嗯，完全是空的吗？有难以说明的东西，我要为土包复仇。太好了，应该要立刻动身。太好了，时候到了。以艾萨拉之名，真令人焦躁。故事模式有点太好打了，算了，没差。太轻松了，凯撒斯王子，我们的愿望会实现。到底在拖什么？我感觉到有难以说明的东西，真令人焦躁。我们的愿望会实现。我要为土包复仇。太好了。凯尔萨斯王子，你已经做了够多了，别太苛责自己。卡山，你替奇伦托效力过，但是这组织已经是过去式了，而我和人民无论如何都要离开这个该死的监狱。看到善良的法师沦落至此，真令人难过。小子，你就做你要做的事吧。我会尽力而为。时间不多了，应该要立刻动身。应该要立刻动身。很好，时候到了吗？到底在拖什么？真令人焦躁。谨遵指示。非常乐意。我们的部队受到攻击，要做什么呢？我要为土包复仇。不要惹我。我感觉到有难以说明的东西。快开始吧。多学。我们的部队受到攻击。轻轻松松，聪明的决定。有事吗，朋友？真令人太多兵了吧？我可望魔法，听口差遣，交给我吧。第一批队有人受伤吗？马上去办。四个牧师，我帮你，你帮我，我帮你。需要帮忙吗？等你指挥人类。需要帮忙吗？我等不及要行动。应该要立刻动身。希望有好消息。张奎十二字吗？我感觉到有难以说明的东西。超过。哪里不舒服？一起来吧。三。到底在拖什么？一。二。一二三。需要帮忙吗？人类，快开始吧，一起来吧。我们的部队受到攻击。摁他！怎么都对法术免疫啊！天哪！就有难以说明的东西。你帮我，我要为土包复仇。瓦雪，我的族人已经就绪，现在我们只需要前往你说的传送门。善良的王子，传送门开得够久，才能让每个人都传送过去。但加里索斯的部队应该会在我们全数撤退前展开攻击。那我会挡住他，尽量为你争取时间。